这个猴哥五点多就起来了，到吧，跟儿子俩去上奥普威尔干活去，离着65公里，到边打树根得拉着这个机器，到，昨晚下雨，再到再到，哎，再到，再到，好了吗？好了，我把证弄了，你忙吧，走吧。五点多钟还下雨，现在还下呢。我说别干了，下雨还干啥活呀？猴哥说就今天和明天两天暖和天，不干干不了了。早晨雨下可大了。早班的火车还下雨呢，啊？能干吗？不能干，别硬干了。答应的人主任也去了，你得干，离着65约好，就这两天暖和，零上6度，过了两天以后就今天和明天领我儿子干去，因为也为了填补他们的家用嘛，就是今天和明天干两天也就干不了了，过两天真冷了，零下。拜拜，拜拜老妈啊，千万注意安全 啊，哎，注意安全啊，给你大孙吧，哎，我到时候去，那大孙今天是半岁体检去。我跟去了。昨晚雨下的不小，这么大水泡子了。哎呀，生活不容易呀！大伙看我们家挺好的，其实也是捉襟见肘啊。现在这房贷涨的利率又高。我为啥收点小孩，这不也是贴补贴补吗？没考好，过轻了，起来睡眼惺忠的呢。嗯，好，这个阿姨做牛肉馅夹馒头啊，本来想蒸包子来的，没蒸上，炒的，这有这可。别的不行了，有时候最危险的地方是有个电线啊，所以说站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嗯，今天是很阴一个天，从上面这棵树需要从上面往下慢慢砍，一定要慢慢来。OK， 好了，醒过了一上午。现在这个树呢，还剩上面一根粗枝。没什么出现意外就好了。一车的松鼠啊。好了，我们现在找这个位于奥克维尔附近的垃圾场，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它倒掉。
又来按摩了这手。这个前几上周吧，那个老大夫扎的都好很多了，不怎么疼了，握笔都敢握了。结果这昨天呢，我就是洗完手，我抹点护手霜，完手滑，我拧那个球锁，哎一拧一下，这股劲憋住，哎呦，今儿又开疼了。就昨天晚上拧完就疼，疼到今天。我这还是得上这老大夫这扎一针去。先到这个华人超市来买点东西，生意都可好，拿不动就买不点东西，没有了，买的酵母、发面、带大米，就买这点玩意儿。不动，这去针灸这手去。家里大米快没了，完了酵母也没有了，我想买点酵母蒸点包子。上次来洗澡就这个地方。煎的三文鱼，全看见。那我再照着你，家人肯定想着看你呢啊！这个啊，我这两个小美女。您之前不是还录了一个那个，就是夸我那一段视频啊啊，比较早之前录的啊。然后我妈还看见了啊，看见了，还发给我啊。啊，那时候泽青没来呢，哈。对，好，那时候泽青还没来。哎呀，你们俩来给叔叔俺俩也带来很多快乐呀！要不我两个老家伙天天你瞅我，我瞅你的，瞅不顺眼该干了。有你俩在这活跃气氛，哎呀，阿姨叔叔感谢你们啊！不用感谢，应该的。这也把那个手机整丢了，第二次了。我今天去上课的时候，我问他你找到手机了吗？老师说找到了，又在我们车里面，又一次。好，吃饭，宽粉条。哦，巨多，又吃，又吃冰激凌了哈！你这回吃的是啥？又揭老底了，又揭老底了。吃的是这大桶的，是吧？就太凉，我有时候寻思你刚吃完热乎东西又吃凉的。咱看电视，人是铁，看电视饭是钢、啊，我这个吃完饭变钢铁了，一顿不吃饿的慌。所以真的吃这个，我觉得应该没啥大。你看俄罗斯心下。漂亮！哎呀，大孙儿这么晚过来干啥？大孙儿、啊、不晚，才六点半啊！大孙儿，大姚来吧，老婆来，我跟。哎呀，他大概他大概可能五点钟吃的饭，五点钟，然后那个尿布什么都有，然后奶嘴，嗯，行，对，他要闹的话，你就给他整个那个小葡萄。本来要那个风小，不要调太热。现在不热吧？22度，不热，这样。哎呀，给灯大点，咋着？16，哎呀，做肌肤。哎呀，啊，大婶儿，意思笑了，就开心，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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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婶儿，开心呐。哎呀，走了，吃吧，走吧，你俩，走吧啊，走吧，哎，哎，吃吧。吃奶呀，得呀。他五点多的，我们差不多八，有点碎片了，有点碎片头了，往这边转，哎，这碎过来啊、哦。儿科那医生说，要不给他戴个套子，脑袋戴个套子，戴个套子多难受啊！哎呀，哎呀，大婶儿，你就别睡觉了，你看，别抽你，哎呦，真给我睡觉。说你老了，想老了，人找爸妈了，找妈妈了。他爸妈走没有五分钟呢，就快哭了。那爷爷挂身是吧？奶奶这手不行了，抱不动大孙了。奶奶这手今天整个套子，买了一个这玩意儿箍上了。乌克兰空军火箭炮和炮兵部队对俄军人员和装备集中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摧毁了俄军。四门火炮和一个防空室。这谁？这是你的？因为啥呀？我给你买的。挂起来就好了。这刚才哭的，爷爷这小，你爸小时候都没这么哄过呀。这大孙子，罐子孙子。俄罗斯与吉安组织其他成员国。老鼠爱大米，看，那花也能嘴吃，不能往嘴吃，咱光咬。哎呀，还知道拿玩了，那不行，拿住。哎呀，
拿着花了。哎呀，知道还能变色呢，这花。嗯，变色，给你变色。那大姑父买的花呢？你看，抱起来好了，抱起来，爷爷挂身上好了。你自己拿花呢。哎呀，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大姚啊，大姚，哎呀，你看拿着。给爷爷买花，放。给爷爷买酒，长大工作第一笔工资给爷爷买酒，背上就好了。哎呀，背上溜达，里外屋走就不哭了。大姚，不愿意动弹。随你爷爷了哈，打喷嚏了，不哭的水了，困了啊、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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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睡没有20分钟了。睡睡睡，看来一会儿回来了。不哭了啊。哎呦，哎呀，咋的了？瞅啥呢，大孙儿？睡得才好看呢，就搁奶奶怀里睡，一撂不下，一撂下就醒。你瞅，眼泪都出来了。哎呦，爷爷胡子扎不扎脸啊、嗯？你戏份真大。奶瓶呢？爷爷给你演兔子嘴，你看兔子嘴，大孙子。你看爷爷给你整兔子嘴，你看，嗯，啊，哎呦，这兔子嘴，看，嗯，瞅我，奶没有兔子嘴，油油杆杆一顿吃两碗，油油杆杆一顿吃两碗喽，哎呀，笑了，笑了，行不行？笑了，你说行不行，坐这儿？笑了哈，行不行？还没拽过呢吧？哎呀，可不拽，张可不拽啊、哦！这一回不拽，争取一回都不拽啊！拽一拽，哎呦！小脸蛋红了，哎呀！不好意思，脸蛋红了，是不是？我一中，你要急眼？你这急眼，急眼，急啥眼？急眼，急眼！急眼，走走走。就不让待，就让爷动啊！爷累了，不想动，你还就得动，不动就不干。回来了，回来。哎，哄给我怀里，我坐床上抱着睡了。不是不能抱吗？那你他哭啊，你咋整啊？嗯，妈妈让左手抱。谁说你俩走了？走了就叫。你俩碰着啥事了搁那儿？我们就是今年不是黑五嘛，黑色星期五就是有很多折扣的时候，跟国内双十一似的。然后我们去超市，然后看见有一个女的被那个保安追，她零元购了，偷东西、啊、偷东西走，然后保安嗖嗖的就追上去了，追上就抢下来了，特别的快，然后把那个女的扣下来，然后压回来了。压回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到门口了。然后把他压回到了啊，就在你们跟前商场里面，你们没录录像呢？来不及，跟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呢。哎呦，对，他们好像是同伙，他还有另外一个人，两个人一起，啊、另外一个可能跑走了，哎、啊，跑得慢那个被抓走了。哎呀，我这。这出去加点小人不是时候，别再有枪啥的。对对对对，嗯、大雷还在这凑热闹，说哎，在这看看。我说你别再凑热闹了，你赶紧走。就是必有枪啥的。他没有枪，他就是商场保安，他没有枪。哦，对。哎呦，回去帽戴上啊、嗯。跟爸妈回家了。冷了外头。冷了外头。回家也休息一下啊。嗯